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峰，有个好几天没有出来勾青姐了。一般那个青姐是那个晚上出来的比较多，那我们俩赶紧出发吧啊！晚上比较凉快嘛。期待今天能够抱头，很久没有抱头了。走。感觉这边有动静啊？有啊，有。扯了老板，你说出人来了，放一个了啊！来，速度来吧。哇，还是一只双上壳的，你看，弟弟啊，马上有蜕壳的，马上有蜕壳的，你看，啊，这个壳都刚刚都把我给勾掉了，你看这个，哦，蛮，这个蜕壳的话，我们给它可以给它掰掉，有利于它蜕壳。今天第一次抽，走，下来找看，还是没有，喂，感觉有啊？有啊，有，真的有，是不是？跟你干仗。跟我的钩子在干架，你看，就掉。今天这个都上次给我爸过来，我爸还在这边勾了一个。对啊，你爸勾了一斤多哎，勾了老半天，终于快出来了啊！来，长好。哇，你看，哇，真的，各种还行。哇，你来吧，你还想往哪里跑？直接给你踩住。哇，这个可能有个六到七两吧啊，还行，各种还行。可以。兄弟，嗯，真有意思。现在都活了没？你看，好，就那个地方，看见是不是？等，你别动，跑！我事先给你勾出来吧，跑一身了，碰到它了，哇！来，出来吧，是吧？还行啊，还行，这个还行。哦，一个2年多吧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想封山野林吗？这个可能也是7年蟹，是不是想起来继续找？这个新蟹，个头还行，7年了，对。又是一个啊！哇，你看，这里啊，基本上都小了，你看。我这大，他都跑出来了。来呀，互相伤害啊！来呀！来。走，没激动他，走。算了，没动他。我听说你去年倒了好几十斤呢，蟹都放回去了，都不回来找你了。从此螃蟹都跑出来了，完了！刚刚一直很大，跑进去了。喂，能不能打？能不能打？能不能打？哎，感觉快出来了啊！来，跟过来！来，有没有看到？还没看到。哇，这个个头可以吧？这可以。哇，来！哇，你干嘛？哎呦！我这个直接给你按住，来吧！这是不错吧？哇，你看这个签子，都会跟我手臂差不多粗了。哎呦，还行啊，这是应该有个1斤3到1斤4左右吧。哇，起码过了有接近半个小时吧。有，我发现真的越大的蟹越不好勾。哎，真的。明天可以换钱了。明天可以换钱啊。换钱。晚上咱们就能换钱了。这边又有一条鱼。晚上那个。哎，没了。可惜咱们今天不是专门出来抓这条鱼，咱们就来找蟹姐啊。嘿。有动静啊！哇，这个洞有点深，我只能凭感觉给它勾出来。来，一线点风哥，你还想往哪里跑？这里都没地方跑了，你还想往哪里跑？来，出来吧，怎么样？可以，这还行啊。你还想往哪里跑？来吧，直接给你缠住。还行啊，又是一次，有个4到5两，又是一个。弟弟啊，我估计今天晚上肯定要抱头的接受啊。差不多，可以的。哇，刚才我的桶都快堆满了，你看，走，赶紧一块斩杀了，再找我看。对啊，现在这个时候已经斩杀了，你看，我们就不找了吧？不找了。这时候我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，来，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你看，什么呀？喂，哇，你看，逆跑，你看，喂，哦，完了，这个球，你看了，完了，马上断。刚刚这个球直接被你掐断了。看来不能倒出来，哎，兄弟啊，那人是等下跑没了。看来下次不能把蟹也倒出来。对、啊。今天总共收获是5个啊、哦，5个还可以。这个最大的肯定有个1斤4左右。哇，今天收获可能是我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吧。哦。3到4斤，目前是最好。目前可能最好吧啊、哦，今天这些应该3到4斤应该可以卖个400，差不多应该可以卖个400左右啊，咱们一人200块钱就到手了。对呀、啊，今天还是出来乘凉还有先收啊。那我们就赶紧带回家吧。
对，现在刘总明天买钱，这个时候也有那个吃药点 了。对啊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了，我们明天见哦，拜拜。